本期话题：骨碎补的功效与作用。王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骨碎补的功效和作用，骨碎补呢，我们可能从这个名字呢，我们就知道它是补肾壮骨的。一般呢，对一些骨质疏松，比如说腰膝酸软、骨质疏松、腰背疼痛，或者筋骨折伤，或者是骨骼的发育缓慢，除了以外呢，它还有第二个作用呢，它就有壮阳的作用。所以对于腰膝酸软，特别腰膝怕冷，因为它实际上是在温补阳呢，它比较温和。一般常用的，比如说像三棘生啊、骨碎补、补骨脂，还有就是像杜仲牛膝这一类，都是轻微的补阳，但是也能壮骨，一般都和这些药一起合用。第二一个呢，它具有祛伤止痛。骨碎补呢，也是它用对，比如说骨折啊、筋伤啊，就是筋骨损伤啊，或者就是外伤都可以用它来。它一方面呢，它具有了就是说促进伤口愈合、促进骨骼愈合；另一方面，它能够消肿止痛，对疼痛呢，它有活血的作用。所以呢，骨碎补它有温阳活血。所以呢，它实际上它这两大作用是它的最基本的，一个就是补肾壮骨，第二个祛伤止痛。除此之外，现代研究它具有抗菌，能就促进骨骼的，就是说促进骨质的吸收、钙的吸收啦，或者成骨啊。还有呢，就是说它具有抗菌消炎，也有活血通脉。当然它现在其实还有一些，比如说现在降压啦、降脂啦，它也有一定作用，还有提高免疫功能，它都有帮助。